然后蛋白，地主肥金主必分啦吼。伊讲吼，我地主啦，不要惊啥啦吼。啊，咱就是分啦，迄个叫红地边，惊啥红地边啦吼。主必分，这个主就是功夫之间的意思吼，是不吼？这是主，吼，功夫之间啦吼。啊，这红地，伊给我们讲啊，我先唔讲。啊！你去到迄个所在吼，啊！你是一点哪会，啊！你一点哪会得，是毋是安尼讲啦吼？一点，你语言，咱来说你请袂来啊！啊！你搁甲请来，啊！当然，你着嘛爱挂一挂，伊个即个，吼，伊即个法度啦吼，稍微安尼啦吼。伊就讲啊，主啊，咱个母亲节吼，即个话，那伊伫即段话来甲讲起啦吼，咱所看见过去。咱中国皇帝啦吼，叫做顺治皇帝啦吼，这嘛是一个真正成绩足好个吼。哦，迄、那个即个叫自尊心吼，是自我啊，自我自我我是谁？中间方面啊，皇帝我跟我我不是谁啊？吼，不如不来也不去，也无传到以后，你东西咱顺治皇帝那个出大事啊吼，出大事，尊中国人话个。这嘛是真正，哦，真正灵魂，嘛是真正圣经给咱的啊，这个是皇帝。那另外就是，伊在咱讲是五七天吼，那五七天呢，伊迄个是国昌话啦吼。但讲五七天是一个哦仙，哦啊五七天是一个王啦吼。OK， 那么讲讲五七天东西，要不一定会细分。也就是你游戏来对，啊，你游戏来对出现做迷宫嘛吼，啊，当然你要修行太多嘛，我靠，有一个机会出来了后，你就要出做红地啦，你马上就要打。但是呢，你这各地东西，哦，你上机来对当中，嘛有修定个高修大德，大呀，大到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你嘛就了解讲，哦，这个就。状况变麻烦是一个究竟啦吼，所以对修行个人对当中啦吼，伊嘛是真坚持，啊伊嘛真用心啦，啊无在当下就互相相求一下，一千万个人做，哦跟变个一心情，我改个一心，大家嘛知影，这是一修己是非常天下，哦啊这修己唔是遐简单人相处，人是真有深入个人。叫你笑没错，那我一笑我忘完对不对？这是那毕竟人，那我的人，但是一般的人他懂得开经典，但是这个开经典，这个经典一节爱读一段，其实一段啦，完了后，这个经典你拢完，安尼叫做开经典，但是懂得唔完，啊，别把个无相亲戚微妙法，无相亲戚微妙这三义，你能否到面前里面？无修就是分嘛，心切的地位嘛，真是无相心切微妙嘛，微妙嘛，就是讲些物件，讲用头前迄，讲这后面是讲用嘛，咱讲就了啦吼。嗯。哦，无相的无不啦，无相的咧讲咱自性啊，啊不得自性，自性的不得甲讲的自性嘛，无相嘛，啊心切的地位嘛，演绎心切嘛，啊你先到的地位。所以那心经来讲啊，伊先讲，观自在菩萨，观自在菩萨，啊，为过来讲，行深发地菩萨。啊，你若无行深，地位该悟会出来。这是最大悟的修得了后当中的，伊是最大悟的了，敢是？行深，伊地步就来讲了。哦，这是讲地。你咱金刚经第十四分来讲，苏白佛、苏菩提。文说是经，清盖立处，体力立心，合掌用尽力量的求现身。不说显清经典，我应一份间立文如是之经。我不说如是显清经典，所以咱这物件爱看落去，因你能看的显清到底清或清我唔知啊，哦，无你看清。一般心必把它不行清，安尼的时阵啊，迄个叫六祖光，叫六祖光，讲
心心切，一方面来讲心切，不只讲不心啊，心切那个阿个娘，然后一部分是人通病。好，啊，所以呢，一部分就是你看啦，我那祖先流落出来，就叫地母地上，叫做那秘密法，就是你会做出来。你那无有这个秘密法，你肯变成那地母空，变成天娘无用。迄两部是，迄两部就是，迄两部就是后边是这个，但不是叫做体用啦。哦，啊，第二部是咧，我第二部是咧讲啥物件，是咧讲时间嘛，千万不要讲到第三重点，叫做讲道。咧讲道，因为修得道就是咧讲的第三。第一部就是咧讲，你有一个无相亲切的妙法。到第三步，你要了解无上真正妙法，你第三步爱办五经，安那？你看下啦，文言啦，你电脑诶，你手机啦，先听物件看一下。首先物件，咱要看伊诶，对。啊，你听两件，你若看会去了后，去无经典使用功能。所以，根本不理性，啊，说法不理性，啊，拍击不理性，但是。啊，所以遐物件看完了后，基本上一本大圣经咧，就咧，那叫做开经义，安尼，我咧开经义写咧。